我来介绍，咱要来另外一位诗人，一个好朋友诗人啊，莫如莫鱼啊，莫鱼先生，伊本土，徛伫本土立场的一个真有名的诗人，咱请伊讲一几句话，好，好啦，讲。哎，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伫昨下晡因款，接到永明阿的电话，伊讲叫一个活动。我讲哎，这个活动安尼爱有物件，我临时想有啥物物件出来。我来想想咧，其实我前几两年前我出一本书啊，一本诗集。我本身是李亚时刊的人啊，进前是主编，我最近才离开啊，离开，但是我伫徛伫这个本土的立场上啊。伫前几年。我写一本诗集啊，华语的诗集，或者《革命军》。这内面的内容呢，我会徛伫一个诗人的观点，对骂上台了种种的行为、种种的做法，当然有感觉无适当的。伫这立场上，我看种种的一挂观点出来，我主要是讲一个。应该说一个文学的书条，达达主义。我有几啊本有几啊首诗是用达达主义的某某政府之下，我稍念一下安尼吼。达达主义下虚拟国家的庶民，庶呢是没有草字头的甘蔗的庶民，还有另外一个是被庶的庶，庶民一横线啊，庶民。腐蚀会啊，这其中的一集啊，有另外一集是达达主义下虚拟国家的政坛显影。我当初国达达主义的意思啊，在西方啊，差不多一百年前发动这达达主义。达达主义简单讲起来啊，这两字 DADA 是法语里面马的意思啦，儿童的语言或者马。因为打打打打一关声音吼，打打主义。有时阵发起这个书条时，伊就是哦，第一点来变出来，用这个打打主义来表示因对反战对一个进前的一挂艺术的书条做一个有点反叛的性质安尼。我把这书条名称刷过来，当然嘛是有多少有点这个含义在里面。打打主义下，这个马的政府之下。国家的形影是怎么样的？搁只有每阵都的莫拉克台风，南北那种状况，北方跟南方，以台湾来讲，北方跟南方有种种的，南方是在受灾，北方呢是在宴庆欢乐那种情景，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用国戏的方式表达出来。我简单讲的是这款情形，对，差不多几年前来骂上台了，对。台湾一挂措施，包括伊个政权、伊内面的官员，一挂像对咱人民的关怀、挺多，上面看我一个四个方式念表达出来。我简单是讲介绍到这边，谢谢。